逛一逛夜市，然后来这一家有里咖啡来吃舒芙蕾哟，好开心哦！点了咖啡，还有综合舒芙蕾。听老板娘说，她的舒芙蕾是用米做的，哎，比较不会有负担哦，而且都用蛋白去打的哦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来购，我开始品尝喽。刚才逛完松山饶河街夜市玩，吃了好多小吃哦。现在走来巷弄这边，喝一杯咖啡，然后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期待我们的水果舒芙蕾哦，好开心哦！喝喝热拿铁，真好。这是水果舒芙蕾，现在要开始吃哦，再配上我的热拿铁。